你在场的那个，可能他就在场，会让他跑一下，让他。对。我还他现在是那个片头啊，广播的片头，会讲一些广告。现在这一段是那个德布西的一段音乐，那就当他讲话的时候，他讲话呢，他那个勃艮第腔就是那个法文里面的啊，通常是用有点喉咙音的，可是他没有，完全是打舌音，就是一种卷舌音在讲。我现在来，我把它往后转到那个后来就是电台在访问那个 Maurice Chevalier， 他在讲他那一段回忆啦，就是想说，现在是在第46分钟。就是在讲他看到他那个当下看到啊克莱特的表演，然后竟然这样子裸着上身。大概翻译一下他那个讲话内容，他大概就是说，他当时看到，因为他克莱特对他来讲，当时虽然说他在秀场里面巡演，可是他基本上对于这个小杂耍歌手而言，他觉得克莱特还是属于知识分子，因为他还是会在一些报章上面写文章，跟他们比起来，他就觉得他还是知识分子，所以当时其实他不敢靠近跟他讲话这样。他是到后来几年过后的回忆里面讲，就是在另外一个场合遇到克莱特的时候讲起这件事情，他就说，如果他就对克莱特讲说啊，我记得你当年的一个就是不小心露奶那场表演啊，我当时就是反正当时他觉得他被他的那个整个身材啦、美貌啦这些细腻的姿态吸引到。说当时我不敢去接近你跟你讲话，那克莱特的反应就蛮有趣的，就是说啊，你怎么当时不讲？当时你讲话可能我们之间的下场都不一样，就是可能就是克莱特他表现出一种他的那个直接跟很纯，就是很我觉得很真呐、啊，就是他没有他也不做任何情感上的。角色或者是说啊，只是一些客套的，他就是很热情洋溢的就一些反应。要是你当时跟不管是表白或者是讲什么话，他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情感上的反应。
前还是一块片，你看那块头一块八九比较有一块山，后来大连建成过来对你也可以快点慢慢你的房子里你们上次大家可以听见给这个红你过来推理过来推理还被这上来先cette pantomime à Paris, à la Pôle, je l'avais vu en tant que public là, Colette Willy était une trentaine d'années à ce moment-là, trapue, mais très joliment trapue, une fille qu'on appelle bien lancheur, avec un visage de joli renard, elle était réellement très très attrayante. Dans cette pantomime qu'elle faisait, il y avait quelque chose qui se produisait qui était très nouveau pour l'époque et qui était très très fort. Et à un moment, dans une lutte avec Georges Bague, son corps saint se déchirait et apparaissait un saint nu à la salle. Et comme c'étai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arrivait, c'était un peu scandaleux, mais merveilleusement attractif. Ça aidait forcément à la recette du spectacle, car on parlait en même temps. Et de son histoire de rupture avec lui, et de son histoire de rupture avec son corsage aussi, comprenez-vous, et ce qu'elle montrait était vraiment très très beau à regarder. Alors évidemment, j'étais un peu modeste, mais je n'osais pas lui parler parce qu'elle était plutôt une dame d'un autre monde que le mien, d'un monde plus intellectuel. Je n'osais pas lui parler, mais je ne vous cache pas que j'avais un genre de dégain très très précis. Et je me rappelle que pas mal plus tard, quand elle était devenue un peu plus que trapue, et même beaucoup plus que trapue, malheureusement, je lui avais dit un jour, j'avais déjeuné chez elle, vous savez, Colette, que j'ai eu pour vous un Véga du tonnerre lorsque j'étais à Lyon avec vous. Et je me rappelle qu'elle m'a répondu avec son accent spécial, « Ah, quel dommage, pourquoi ne me l'avez-vous pas dit à ce moment-là » Ça aurait été tout à fait autre chose.喂喂，这大概就是这个，他在讲述他看到那个，我第一次表，反正就表演那个帷幕剧，然后就这样露脸的状态。那他是说，就是这个莫菲丘巴利对克莱特的印象，就是他就是一个充满肉感的女性，然后有一张很狐媚的脸，基本上克莱特有一个蛮削尖的脸。就是刚大家看到的一些照片里面来看，就是他的眼睛。哦，这一张是这哦，接下来是后来。对了，除了去看那个戏剧，关于他的一些作品的戏剧呈现之外，另外在应该算是相对类似台湾师大吧，在巴黎的师范大学，他们里面在讲关于他们也有讨论克莱特的一些关于他的文学表现的。那一堂课主要讲的是他们在讲克莱特的修辞，他的修辞是属于一种矛盾修辞，应该叫做他用那个词叫做 contresens， 中文如果要翻的话，我比较找得到的是矛盾修辞，就是他会拿一些他在一些美好的状态下，他会用一些可能比较反义的方式来修辞这个事情，或者他会用一些，他很喜欢用食物，或者是他会用食物，比方说用食物某一种腐烂的状态来形容一种情况，类似这样。那一堂课在讨论这个，讲他的工作上。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是关于那个巴雷华亚最后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的一个朗读会，他是在读他关于克莱特最后的那个生活的地方，巴黎皇宫的他的回忆，他就在那一扇窗前写作，然后会看着花园下面我画的小孩，或者是整个花园下面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他们在目前到
你如果到欧洲去念书的话，也都还可以看到说他们的这种风气，就是说晚上我们讲的是 party 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我们办一个 party， 那这个 party 里面其实它可能就是是大家在朗诵诗，读一本东西，然后一起来聊分享而已，那就不会说一定要跳舞要狂欢啊。那这个是一个到他们现在都还维持下，因为我在比利时的话，在巴黎遇到了很多情况场合都一样，而且它还不是属于所谓这个小布尔乔尔阶级那种东西，这是因为在教育普及以后，他也很多人都这样做，因为比如说念诗啊、听诗啊，跟他们听音乐是一样的。那我可以补充一下，那个刚刚如果说你们看红军啊，他讲的这个部分秀场后台、啊，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其实是非常特别。那我上次。应该讲，我找一个段落跟大家讲，稍微讲一下。他讲说，其实，在那个秀场后台的时候，有时候会讲说他们那个饥寒交迫的状态，然后寒冷的感觉，然后所以呢。他是说他里面有讲，他讲他那个过程是说，饥寒交迫，这该是最单纯且全面的折磨，无时无刻的席卷而来，不给任何的苦痛留下一席之地。他饥饿了，使你无法思索，他取代所有的影像，只留下食物，热腾腾的影像。好，希望多亏有他，在光辉的荣耀里。不至于只剩下填饱肚子的小圆面包而已，它还代表希望。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谈，它不是完全都是一个很美好的部分。然后里面呢也有一个他在讲一些像秀场里面的时候，他会讲说，会看到有人是顶着粗俗的红色夹板，然后两截式的运动衫，那不勒斯的短裙。或者是胭脂红装的和服，然后也有一些像可怜妓女的轻薄衣裳，透明的轻薄衣裳。那在这里面，它最特别的大概就是除了刚刚讲的部分，我觉得它这里面有很多观察。那观察说，因为在早上的时候，他讲说。有时候在巴黎的早上，坐在马车上或坐私人小车的包厢里面，看到只穿衬衫或者站在门外台阶上的人，还有那些坐在咖啡雅座上的人们呢，那他这些人不管是坐在马车上的或者是在台阶上面的人，他们全部都是上午没有演出的。所以你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生活形态的方式了。那我大概是先补充一点这样。就是刚刚青凯提到那几个，就是这个秀场后台它其实要呈现的一个，虽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可它其实主要要呈现的一个重点就是工作，就是工作，就是透过不管你是就是各行各业嘛，那做秀场这些人也就只是。他们追求的是工作养家糊口，所以其实，在这些小人物里面，你会看到各自，会看到一些那种就单亲的舞娘啊，或者是失婚的一些女性啊，或者是很有才华的但是没钱的那些才子。这边有一段是写在是文案上的一段话啦。就是在讲那个就是整个秀场的一个状况，也是让你要为什么要翻译的一段话。对啦，就是重点，你可以来总结这本，也不能讲总，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它或者说整个秀场经历，它的六年秀场经验里面的一个精华，用一段话来讲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克莱特的这一段。在书的前面两章里面，他写道：匆匆忙忙，叽叽喳喳，仿佛群鸟乱叫，我们奔跑，朝快速求生的幻影奔跑。
朝热情的幻影奔跑，朝工作的幻影奔跑，朝向无需思索的幻影，跑向不留任何遗憾、悔恨甚至记忆的幻影。就他们通过这个秀场的工作啊，就是忙碌自己，然后忘掉这些可能这些不管是病痛啊，因为里面其实有一些舞娘是有肝病的，或者是有肺结核，就是这些身体的苦痛和或者是卸下工作之后的那种空虚，就他们让自己呈现在这种忙碌，然后大堆人马的这种状态，忘掉这种可能不管是忘掉饥饿也好，或者是身体上一直以来的累积下来的痛苦。所以整个所以这样看下来，其实克莱克在秀场里面算是还蛮过得蛮幸福的人。他自己啊，就是说他虽然也是跟这些秀场的工作者一样，也有吃不饱的时候，可是基本上觉得他不至于，他没有像他们这么落魄，我是这样觉得。因为他还是其实他另外一边也是在报社的专栏写的这些秀场的经验这样。哇，这里面还有提到一个部分是说，当时那个他们的社会保险制度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呢，通常也没有劳保。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在秀场，大家讲说，如果说你不小心撞到头的话，大概就是老板就给你两块法郎。可是呢，如果说你要去看医生啊，付医药费啊，加起来就100多块法郎。所以他们那种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啊。我们可以用剥削来看，那但是你可以发现，在被剥削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事情就是这样，情况就是这样。他也可以看到一种我们看另外一种我们所谓的不是观光式的巴黎，因为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想的巴黎就是观光在塞纳河畔啊那种非常浪漫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会觉得他们有没有穷人这些问题。然后之前我去的时候，我还接待朋友过去，然后过去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奇怪，为什么巴黎那么多黑人？所以你就会比如说，他们认为所谓的法国人，他们的想象应该是白人，就是他给的影像是这样，他推销出来影像是这样，就包含我们在做一些广观光局在做广告的时候，常常喜欢找外国人来，那明明你要介绍台湾嘛。可是你又要他们每个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介绍台湾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你们这么没有自信心吗？比如像这种东西，那大概你就可以看，反而是那个 Gullit 在做这本书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的书名文化，一般人的生活的情形，不管他是透过偷听的还是不是透过偷听，还是说直接的对谈，还是他自己主观的观点，你都可以看到一种观察。对的，然后再另外补充一下，就是刚七凯有讲，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讲关于这些秀场表演者罢工的事情，就是他们那时候，就说那个时候是我们。